记者涂莹如台北报道，即将挥别2017年 Muji 无印良品推出多款扫除道具与收纳用品，并迎接即将来临的跨年假期，推出多款收纳袋、背包与保暖服饰配件特惠。Muji 无印良品将于明日12月30日至1月1日赠出全台限量福罐，作为迎新祈福的新年赠礼。12月30日至1月1日，民众只要至门市消费满2018元即可获赠日本福罐一个，数量有限，送完为止。福罐内含日本传统的手工艺吉祥物，新年限定款纸胶带两卷及五张满千送白底用券，其中吉祥物摆饰以2018年的新春生肖犬为主，借由不同素材刻画出多样色彩与形态，祈求一整年的幸福平安。其他还有日本自古以来象征幸运的招财猫、不倒翁和猫头鹰等，以烧土、纸糊、木雕等日本传统手工艺制成，一共49款样式随机放置于福罐中，让民众在新年的一开始即享受开罐的惊喜与乐趣。无印良品推出门市 SALE 活动，即日至1月17日，于无印良品购买滑翔伞不附收纳袋包款系列可限抵500元，购买扫除用品任三件享九折优惠，亚克力或 ABS 收纳系列任选两件享九折，指定款旅行收纳系列任选两件享九折优惠，请一个门市说明为主。12月30日至1月1日结账折扣后，单笔消费满2018元即赠限量福罐一个，只送不卖，每人限赠一个，数不类赠。无印良品提供，即日起至1月17日购买滑翔伞不附收纳袋包款系列限抵500元。无印良品提供狸牛毛大叛多用途披肩1980，单侧加入开叉设计，皮在肩上也不容易滑落，可享受与多种穿着风格搭配的乐趣。无印良品提供，无印良品推出多款清洁收纳用具迎接新年。无印良品提供。